你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啊？我从家里给你带了汤。不怎么样。啊？你不在，我的伤就好不了。你一来，我的伤就好了一大半。你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你干嘛？你一进门就想要扒人家衣服啊？别没个正形。你没事吧？你快坐下。你这个伤口，确定不用包扎吗？人家伤口都是半个月才恢复，你这个真的没事吗？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没有？没有吗？密码该换了。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？有话快说。哦，陈国社追踪信号已经回到了云城，但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有可能他发现追踪器并且毁掉了。另外，追查你们人叫段坤，是档案派来的。报告完毕。他们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，一定要赶紧破解芯片。好。哎，我坐你车吧。不顺路。你去哪儿？我们还有事情没有做呢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我得回去换件衣服。就在这儿换。这个没有门啊。有需要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考验你是不是正人君子的时刻到了。不许多看。你怎么知道我用阿道夫？你所有的事情，没有一件事是我不知道的。丽腾，你吹风机在哪儿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你头发的味道，它让我觉得你随时随地都在我身边。
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到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谢谢你啊。任天书，你再让我听到一次谢谢，我就不让你回家。我说谢谢也不行啊，哪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人？老子，哎，什么叫流氓？这就叫流氓。什么叫脸皮厚？这就叫脸皮厚。你手机在响。我现在得回公司一趟。是硬币的事吗？芯片破译成功。你是要去完成5年前的事了吗？可不可以把芯片直接交给警察，让他们去办？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回泰城了。如果我真的去了泰城，那你呢？我会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会等。所以你一定要回来。5年前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像黑夜里的萤火。我只想保护你，我希望你永远活在温暖的光里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让我知道，我可以拥有这一缕光。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手牵手走在阳光底下。是你改变了我。我都不早了，你怎么哭了？我第一次听你说这种话，被你吓的。如果我立腾这辈子命够长，一定让你软念出爱到死。但如果我这辈子短命，我下辈子再给你补上。